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你们的膝盖放学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路上看到了一个9.9的披萨店，我们现在呢要进去看看什么样子的，就是9.9的披萨，给我的镜头来唰。你看一下你要什么味道的，你问一下阿姨。要不就这两个瓶，你要你做一半，行不行？好，我想要这两个瓶。那就是那个奥利奥和这个瓶，对吧？对。行，好的。像哪吒。像哪吒。行吧，我们在这里等待。阿姨说要7分钟，不对，是姐姐。钱还没给阿姨，你问阿姨多少钱？多少钱？给。40。是。6个。嗯，跟阿姨再见。阿姨再见。6×10就是16吧？不是，一个10加一个6就是16。嘿嘿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回家吃披萨喽，走吧。因为呢，我本来水果的是比较便宜的，但是呢，我又想吃甜的，又想吃咸的，所以呢，阿姨给我推荐了一个方粉，一半是奥利奥，一半是香肠。现在呢，我们打开看看什么味道的吧。哇，全粘到一块了。这是全粘上去了，没关系，等等我啊。现在呢就来我们的大改时间。哇，就把它给放上面去。就跟自己做的差不多了。对。经过我们的修改，终于把这个盒子上面的食物都挂到披萨上面了，爸爸。哎，我觉得还少了什么？这个真的是魔术变出来的，爸爸。现在呢，我来尝试一块甜的。哇，真的好鲜！嗯，好甜。太甜了，只有你能吃的这个味道。这个披萨上面的面包是非常松软的，还有这上面的芝士，还有这个甜甜的奥利奥，就像奥利奥甜面包，超好吃的，嘻嘻。嗯，很好吃。现在呢，来尝试一下这个咸的吧。我先把这个香肠放到我这块肥的上面，就这个吧。我刚刚只吃到有馅，里面有香肠、玉米粒、甜甜的芝士呢。我现在要来尝一下面包。嗯，我刚刚里面外面都咬了一口，外面比较是金黄酥脆，里面比较酥软一些。我把这些咬过的吃完了，这些我都是吃完的，所以呢，我就要带到森龙国际，和妈妈一起分享。来吃够，把它打包。嗯，今天的燕麦牛奶花的非常的浓稠，配上披萨，简直是绝了，哈哈。嘿嘿，哦，我不能再吃了，我要给我妈妈把披萨送过去，因为她还没吃饭。对，我妈最爱的米汤在这里，因为呢又烫手了，因为呢我们又不能把碗带过去啊，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装到杯子里。爸爸太烫了，你不装完冰鲜奶，顺便你给我妈带了一个鸡蛋，走吧。
现在还有顾客，所以呢，我们得先走了呢。走吧，我们去回。好的，徐徐，走吧。今天我们写的书写四呢，是不是又快又好呀？嗯，又快又好。现在呢，我要继续写字了。好了，你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给我多多点赞，多多订阅留言哦。再见，我爱你们。你是个机器人啊？对呀，现在我要继续写字喽。